你能跑，你还要走这一条，你还保证什么呢？你有合法，你有驾驶证，对不对？对，我们就是要完成你这个使命。形成了一个想法，就把这个关心社会啊的弱势群体作为我们学校里的这个一个常规性的这个工作来做了。现在我学了车以后，最起码我出行都很方便。以为是简简单单就是我帮他，更多的应该是说我从他们身上我学到了更多。真正如果多几个人这样去做，我们社会会更加和谐。以后还有好多年我不晓得，但是我会努力的，群众事业终无止境。